三老先生，十四老先生情况通报，十五老先生情况通报。不能排除一月十二号，国家卫健委正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新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株序列信息，跟其他地方。Attending this briefing this afternoon, my name is Dr. Ashley Bloomfield. I'm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Health. 刚刚发现了一起新型冠状病毒。WHO, who has been allowed into China as of yesterday. 基因序列做出分析。我们连命都豁出去了，还要什么头发？大家能不能打赢这场战斗？我想我们会搞，因为从这几例的治疗，我们不觉得十分困难。像我们一样，是站在最前线，他不会因为怕传染，他就不来了，不做了。所以，首先我觉得是有信心的。我只要有一定的把握的话，我做任何事都是这样。只要有一点有一定的把握性，我首先考虑成功，我首先不是考虑失败。综合以上对病毒的细节认知，好像 SARS 病毒也并不那么可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对它的所有已知，几乎都是以生命为代价。